哦，你们开车没有东西的话，撞车一次就。那现在没有车会撞我啦？我你开车的时候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开车是吗？线上公演什么？线上公演啊！啊，你说那个 Asia Face Turbo 吗？手机不会掉，不会掉下去，放心。这现在的我现在用的脚架是很稳的。Hello 塔瓦哥 ，Hello 上庭 ，Hello 卡丘 ，Hello 神器堂，嗨路，晚安。弟弟跟妹妹是不是一天不吵架心情就不好？好像真的是每天都在吵架。好啦，你先去吧。你要打多久？妈妈会先回来吗？走。主播剪刘海了。啊。One. Okay. 拜拜。拜拜。哦，有发现剪刘海哈，哎呦，哇，好棒！看你要 reset 还是前月记，哈哈，啊，真的假的？自己剪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原本打算就是想说算了，就露额头留长。然后我是昨天晚上，哎，超晚，我昨天晚上凌晨，一点吧，对，我凌晨一点左右的时候，突然间觉得，啊，我还是剪一下好了。我想说，哎，今天要直播，我那个时候就想说，明天要直播，哎，到时候你们要说我的刘海看起来很怪，很好笑，所以我在睡觉前，我想说。不睡觉前，我洗好澡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哎，我还是剪一下刘海好了，所以我就洗好澡，头发吹一吹，然后就开始咕咕咕，然后就剪好啦，耶，可爱，对啊，我自己剪的，我自己剪的，可很好看哈，我觉得挺可爱的，对，我觉得剪的也不错啊，蛮可爱的吧，刘海界的权威了啊！以后你还要好好那个、哦，你还要好好的注意，看我有没有剪。哎，Grace， 嗨，Grace， 晚安。是。有红包，谢谢 Grace 的红包。耶！谢谢怪死的红包。麻油下午跳了两首，真的假的？跳了两首，可是我现在穿睡裤。跳其实也不是不行啦，那可能要准备一下。我现在穿着睡裤，对，还是算了。这样你也知道我是谁？哦，当然知道啊！我爱你爱得多深啊！我对你的感情，怎么可能会因为不一样的名字就消失呢？你就算名字改了，头贴改了，脸换一个了，我对你的爱还是一模一样的，还是存在的，吼吼！我这么爱你，对不对？我喜欢两条须须，有哎、欸，我没有剪须须，须须是原本的长度，我须须已经越留越长了，2.5手，为什么是2.5手？它的0.5手是跳什么？为什么只跳一半？为什么有一半只跳为什么有一手只跳一半？不介意看睡裤公演了，不行，我介意，下次直播跳，你们真的想看吗？这好看吗？不会很没有意思吗？我发现我忘了改名。对啊，你没有改名。鹿啊，贝库啊，
原来是你哦！我想说这个路有点熟悉，但又不知道是谁。哦，大声钻石，哎，大声钻石我会跳，哦，好久没跳，可是人家跳舞那么好看，我跳舞又不好看，我跳舞不好看，你们，就是，人家跳舞好看，所以会很想看，我跳舞又不好看，怎么会想看，对不对？魔幻的舞蹈，哈哈，你看你们都嫌弃，你那么可爱是这样吗？谁说不好看？很多人都说不好看啊。你不跳给我们看，怎么知道我们会嫌弃？哈哈，好啦，下次吧。我现在穿睡裤，不要。哎，其实可是，就算真想跳，也没什么位置跳啊，我位置好小。哄你，你又怀疑我，谁说不好看？去跟他们好好聊聊是吗？太恐怖了！哎，你们有没有吃全家的那个新口味的双麒麟？虽然已经不新了，亚干快一个月了，你们有吃过吗？我有看那个有人分享，好像是西洋梨口味，我的梨子口味，你们有没有吃吃看啊？西洋梨口味，梨子口味，我的梨子哎，梨子口味耶！我一看到是哎，我一看到就梨子口味耶，是我的梨子耶，我就想说啊，那我要去吃梨子口味的，你们可以吃吃看，好像快要结束了。因为它是一个月换一次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一个月换一次的话，就快要结束了。嗯，对啊，我就想说，是梨子口味的，我的梨子口味，我的梨子耶，所以一定要吃一下。这一个月去超商都买泡面，为什么不买一些可以煮的？哎，我在那个。我在网络上面买了超级多那个，那也不算是泡面，就是那个叫什么？没有附调味包的面，拉面块，原味拉面，反正我买很多，就是没有调味粉的那种面，干面、拉面。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，泡面啊，对，就面，网购了超级多没有调味粉的泡面，对，啊，还有很多王子面，就是买很多，然后可以自己煮来吃，超好吃。我都用以前，就是之前不是买了很多泡面吗？然后因为我是用不一样的煮法，所以我调味粉包没有用那么快，就还剩下很多。所以我现在都用之前的调味粉包，然后买那些没有调味粉的面来煮，那个超好吃的，每天都想吃。谢谢 Grace 的文手礼，谢谢 Steven 枫叶。对，就是生面。那种炸的，炸的面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家窗户前面养了一只赛鸽，我们家窗户前面养了一只赛鸽，好笑哦！它一直在我们家窗户那边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我一直忍不住去瞄它，太好笑了。那个比赛用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比赛用的那种鸽子，就是会飞很快那种赛鸽，
又一只，对啊，就前阵子突然间这只赛鸽突然间飞到我们窗户这边，然后我们就拿了很多咬的饲料给它吃，然后后来它就飞走了，结果一个礼拜后它又飞回来了，它又飞回来了，然后我们看到它就，哦，天哪，它瘦超级多的，它瘦了一半以上吧，它真的它瘦超多，而且是同一个，是同一只没错，因为那个赛鸽它的脚上有套一个编号，有一个编号，我没有看编号，就是同一只没错。买书他来送是不是？对，哎，就是它是同一只，它瘦超级多的，一个礼拜不见它就瘦超多了，我们就觉得哦好可怜哦，然后我们就又给它了很多要的饲料。结果他就在这边，他就从那天开始就决定在我们家的窗户前定居。他现在就是每天都在我们家窗户前面走来走去，已经在我们家定居了，他已经决定要住在这了。每天都看他在那边走来走去，所以然后我们就是每天就是早中晚都会丢很多。哎，他吃超快的，他吃超级快的，给他吃一餐，那个分量咬咬都可以吃上一个礼拜，吃超快的，我们就一直给他饲料，他可能知道如果不待在这边就吃不到东西，所以那只赛鸽，哎，那只赛鸽现在每天都在我们家窗户前面，已经决定要住这边了，我们就每天都给他很多饲料。把它养得胖胖的，吃过饲料以后不屑吃大自然的东西，饲料太好吃。迷路的赛鸽会被判定不适合。哦，真的，反正我看它是没有家可以回去了，无家可归，不然它怎么会瘦成这样子？一个礼拜不见，瘦成这样。谢谢小红的 love。我最近有买书。你买什么书？哈哈，帅哥，转生成鹦鹉，哎，最近怎么了？怎么那么多名字都是转生成什么？转生成什么？一下转生成史莱姆，一下转生成蜘蛛。各种转身，流浪猫，真的啊？那你要不要？你可以带回家养，花一个礼拜吃遍很多家，只有这户人家吃的比较饱，我们给他超级多的，超好笑的，瑶瑶。瑶瑶自己都没吃那么多，哦，他现在已经定居在我们家了，对，再飞来就再喂他一直在我们家前面，他已经不飞走了，他已经三天了吧？哎，两天，三天了，对，他已经三天了，已经三天都待在我们家窗户前面。都没飞走，都没有飞走。我觉得他应该就是确定要住在这边了，他应该不会飞走。所以有时候会到隔壁的。哦，有时候会飞到隔壁的窗户。因为闻太吵。但是很快要飞回来，就是他已经确定是住在我们这边了。嗯。餐厅是我们这。对，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来我们窗户前面，然后睡觉的时候去我们隔壁的窗户前面，因为我们可能比较吵吧，他可能觉得我们太吵了睡不着。所以他会飞到，就是我们还是看到他，就是只是在我们隔壁的窗户前面而已，有看就看得到。睡觉的时候到隔壁窗户，吃东西的时候在我们窗户，平常没事在我们窗户前面啊。你看他现在还在我们窗户前面走来走去，好想拍给你们看啊，但是不行，不能拍窗户外面。超可爱的，在那边摇头晃脑的走来走去，霸气鹦鹉总裁，什么？那是什么 ？Hello， 季风亮。啊，鲁哥，这是什么？没有听过。Hello， 坤坤 ，Hello， 福福猫 ，Hello， 七二四七哥，嗨，北极熊。没有笼子，没有用笼子啊，就在我们窗户前面。
就是我们放他自由，他自己在窗户那边走来走去，我们没有要关他的意思。谢谢气生气堂的一封信。我上次看到他吃别家饲料，然后看到他又想来我家要，肚子饿了。谢谢青云的戳戳你，耶！谢谢青云的戳戳你，谢谢。又多了一位要被阿妈养胖的了，对，对啊，我们，哎，我真的就是来我们家的都会被养胖胖的。我看过几天那只鸽子应该要变胖胖。N 万的啊，哦 ，N 万那么酷，我只有 N 四的，对我 N 四的，有机会，有机会的话来考一下。那我现在也还不够厉害，不行，我现在，对我现在才 N 五而已，我要再努力。我要对我再学好一点日文的话，就可以去考个 N 四。他可以叫瑶瑶怎么飞？哎，对，说到瑶瑶，我们昨天带他到我们家那个楼下散步，就是到楼下，就是周围散步，安全的地方，没有车子。然后我昨天穿着我的生日 T， 那个去年的生日 T， 我穿着去年的生日 T， 大家去楼下散步。然后我一开始是把它放在我肩膀上，屁股朝这边，我放在我肩膀上，把它带到楼下散步。然后我要把它放到地上走之前，还在我的肩膀上的时候，它竟然给我打了超大一坨，超级大一坨大便，哦，我快昏倒了，超大一坨的，你知道？我放在这，我放在这边，啊，就直接给我变大，超大一坨，这边我这边整坨哇，就是一长条，全都他大便，他超多的，拉了超级多的，全部都他，哎，气死我了，臭瑶瑶。超可恶的，在我生日贴整片都大便，哎，然后后来我就没办法嘛，他竟然都大了，你就算了，我觉得天降甘霖，谢谢西恩的枫叶，然后就。都大了，但是才刚开始要散步嘛，想说算了，就继续带着他散步。然后超真的是那个妈妈在那边，就是妈妈也在，妹妹也在，然后就在那边跟我说什么，哎，你这个大便好像星河银河，在那边一直说，在那边一直骗我说很漂亮很漂亮，好像心脏型很漂亮，然后我还真的相信他说，哦，真的假的，那么漂亮吗？那就好，我还相信他漂亮。说什么很像银河，因为我生日 T 不是深蓝色嘛，他就说，哎，好像银河，好漂亮哦，这样一直跟我讲很漂亮，我就相信他，啊，好吧，很漂亮。结果后来走一走，刚好有邻居有人经过，不认识的啦，就有人经过。然后经过他就看了我们这边看了一下，然后走过去的时候，我听到他跟他旁边的人说，哎，你看他带他们的鹦鹉出来散步，然后还被大了一声，啊，哎，你看超明显的好不好，别人一看就知道是那个鹦鹉大便大了一坨，大了一整条在那边，哦，哇，气死我了！然后妈妈还在那边说什么很漂亮，像银河，人家一看就知道，哎，他被大了一声，哎，超明显的，啊，哇，是，气死我了，哈哈，星辰大海，有啦，有，当然有戴口罩，太丢脸了，哦，受不了，哈哈，下一次生日贴图案。一坨银河是不是？真的是要气死我了！妈妈欺骗我，跟我说很漂亮，人家一看就知道大便。
流星雨是不是？哎，真的是，明年的圣诞题有灵感了。哎，对，今天也有情况不的的精神还不错。我昨天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可以让他自己走到我手上，我表演给你们看，我让他自己走到我手上。嗯，好，怎么让你们看呢？让我思考一下。谢谢阿红的 love， 你不是常常穿这个直播，我们都看习惯了，没关系的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你头发长了没有啊？很短吧，我不知道长吗？算长吗？现在走看牙牙吧，我让你看看，我让你看看，我怎么把它戴到我手上。我现在已经可以戴它把戴到我手上。哎呀来，哎呀来前面这边，哎呀来前面这，这样我比较好弄。哎呀，他不理我，可恶的家伙！嗨，小可爱妹妹。然后我的大便还在地上，原来我现在在家也乱大便，超可恶！臭瑶瑶，瑶瑶乱大便。不行，好吧。哎呀，你看是你。你看哦，他现在会自己走到我手上。哎呀，来。你不要这么不给我面子啊！明明之前都可以的，我已经试好几次都有成功。瑶瑶，你不要不给我面子哦！瑶瑶，臭瑶瑶！哎，你明明平常看到我过来就会直接来的，为什么今天不理我？我明明今天早上还有事，哎，我今天早上还有事，哎，他还有自己乖乖，他而且马上我一过来，他马上走到我手上，为什么现在就不理我了？明明都可以。明明我早上是还可以的，哎呀来，哎呀，你是故意的吗？我在表演呢，你不理我，你真的不打算理我是不是？呀呀，臭瑶瑶，臭瑶瑶，有了，快点上来，上来了。你看，上来了吧？你看，我没有骗你们，我真的，他现在真的可以。你看，上来了，他现在真的会自己爬到我手上。瑶瑶，你看他上来了。想吃我手机啊！好了，给你咬一下。你看他上来了，小可爱瑶瑶，我手机好吃吗？应该吃不坏吧？哦，他吃。好了，给你咬一下。我没有弄到。他上来了，耶、yeah ！好乖呀、啊。你要回去啦，好吧，拜拜。啊，原来是这边比较好咬手机，是不是？你真是臭家伙！你看，我想咬我的手机。咬，不可以。
真是搞笑的洋洋，来，哎，不是咬我，是踩砸，踩踩，咦，你看他上来了，你看，耶，原来只是想咬我手机的家伙，很乖很乖，洋洋。而且他现在比较不会抓那么用力了，所以虽然还是会有刮伤啊，但是就是浅浅一点点的，一天就好了。好，你看他现在控制力道不会抓那么用力，好棒！虽然还是会乱大便。瑶瑶，你的生我的生日贴都被你变大成一个星河。哎，对啊，然后结果昨天瑶瑶戴在我的生日 T 上，哎，妹妹超乖，妹妹回家就说我来帮你洗衣服，好，她帮我把我生日 T， 她把生日 T 洗的超干净的耶，妹妹帮我把生日 T 洗的超级干净的，跟新的一样，瑶瑶。好吧，你回去吧。哎，小心小心。啊，你不回去啊？他不要回去。哎，哦哦哦，然后乖。嗯，乖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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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自己爬的吗？对啊，瑶瑶他自己爬上来的，有没有？有看到吗？啊，恐龙，真的假的？妹妹贴心，对啊，妹妹昨天真乖，妹妹昨天蛮乖的。没有变异，哎，你啊，你刚刚没有给你们看到他地板还有他一坨，哎，真是还没擦，地板还有一坨。他最近真的很喜欢弄到外面去，气死人了。我没有强迫人家哦，是吧？只这样搓你不痛吗？其实还好，会啊，还是会有一点点痛。就是会有刮，会割伤，会有点刮伤。你看有没有？哎，应该看多少有点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这边有点肿肿的，侧面看比较有肿肿的，就多少一定还是会有点刮伤，但其实还好。他现在会控制力道，他现在不会抓得很用力，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不会多痛，一点点会有点痛。就是有一点痛，但是是可以接受的那种。搞不好也是我们被他抓习惯，说不定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好痛好痛，但是现在洗都觉得还好，可能也是抓习惯了吧。而且我们这些伤被他抓的伤，我们每天都有新的伤，但是
我们这个伤通常都一两天就好了，很快就好了，很快，因为就很浅而已，他没有抓到很用力。啊，圣诞去洗白了吗？没有啦，就把他大便洗光光。有看到对不对？哎，他真的是自己踩上来的。嘘嘘不见了，他回来，我回来回来。我哪有逼他？我没有逼他好不好？我就放在前面，他自己上来的。他是，我当然要讲。他平常都不要我叫哎、欸，他平常我手一过去，他自己上来，超快速的哎、欸。一定是他刚看到手机，他看到手机以为他自己，他分心了，就是他可能在想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所以他就没有意识到，要上来要上来。他平常都不用我讲啊，平常我一靠近他就上来了。平常是因为没有人抱他，今天抱有可能抱过他了，就没上来。嗯，哦，是他，这是他自己上来的，好不好？老鹰皮手套的有啊，但是我觉得现在不太需要，因为我们其实都已经很习惯给他站，干掉比较好清理，就对啊，就水肥皂洗一洗冲一冲，被洗衣夹夹到脚头应该是诱导哎，他自己上来的啦。谢谢晴天的玫瑰，以后会自己跑来开直播吗？搞不好啊，他再大一点。哎呀，我没有诱导他吧，他自己上来的。可恶哎！逼的。我没有逼他，我平常他都自己很乐意上来的，好吧？我从来没有看过你没叫他上来。我好几次都没叫他上来，那只是你不在。那是因为你不在，你不知道。一直在家的时间，怎么可能不在？你也在看电视啊，你又没有仔细观察。你过去我还是有看啊。常常是我手放过去，他自己上来，好不好？臭美。哎呀，我都没看到。来，妹妹上来上来，来妹妹上来。没上啊。妹妹好不听话，你看瑶瑶都比妹妹听话。妹妹，你看瑶瑶还不听话、我叫瑶瑶上来，她都上来；我叫你上来，你不上来。上来啊，手都摆好了，过来。该不会下次圣诞提示话要要，不告诉你们。谢谢库里鼠的礼物，谢谢佳作的玫瑰。Hello 暖风，那是一只鲨鱼啊！你说那个 VTuber 吗？哎呀，好可惜。刚刚，平常更顺利的，可恶，他今天，你这样不行，我来看看他，可是今天早上他有自己跑上来，臭瑶瑶。哦，对，他今天还大了超，他很常大便在地板上，可是他今天有一坨特别大坨，大一坨超级大的那个，直接踩到他上面，我还踩到他大了一个超级大面积的，然后我没有注意到，我直接踩下去啊，我直接踩到大便，然后鞋子上全都是大便。我这两天跟他大便好有缘哦，天啊！是啊，超可恶的呀，到处大，一下大在我的生日 T 上，一下又让我踩到。你大在哥哥的衣服上啊？不拍 IGTV 没人相信啊。不会，我下次再弄一次，他一定会自己上来的。等等，要出门买豆花哦，豆花，对啊，好热哎！可是这几天，我觉得这几天风蛮大的，虽然还是很热，但是有比较风有比较大一点，感觉。
你在吃饭啊？哎，踩到咬的黄金。哦，我们现在窗户前面也有很多很多那个超多帅哥的大便。这帅哥的大便不会流水。因为我们现在窗户外面就有一只自动定居在这的帅哥。居然帅哥会住在这里。就搞得我们窗户都是大便，就是我们的窗户前面还有一个一点小平台，一点就是可以给鸽子站的地方，然后就那边全都是他大便，对啊，自动定居在我们家。那帅哥到我们家，运气好。怎么还盖壳？没有啦，只是喉咙有点痒，安全的，放心。喝点水。呛到，没事，我很常呛到。我超级常呛到的，我你没有很常啊？我很常呛到啊，我一天平均一天呛一次了。我很常呛到水。哦，没痘痘了。对啊，我最近比较没有明显的痘痘，但还是会有一点点那个疤，痘痘疤。还有，你看我这边有点过敏，有点小小的疹子。我来看一下帅哥，帅哥，对啊，他都还他一直待在我们家，哎呦，他还在我们窗户的最旁边，最近有早睡，最近有调整的比较正常，比较也没有到早，但是有调整到比较好一点。今天是不是有带妆？今天没有哎、欸，今天没有，今天可能刚好就是皮肤比较好一点，感觉有口红，没有啦。啊，可能是我昨天有擦唇膜，我昨天有敷唇膜。所以今天的嘴唇看起来会比较好一点，我也不知道，今天嘴唇看起来比较水嫩吧，有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好看。是啊，中午没有，我最近都11点多就起来了，我最近都十一点左右啊，11点多，已经不错了，好不好？还不错。今天全素，对啊，今天全素的。昨天这么晚发文，还是审核通过，对啊，就审核通过啊，就哎通过了，发一下吧。我的早睡，顶多唇蜜没有，我现在看起来有点干哎、欸，不会感觉不会有唇蜜吧？没有啦，没有我今天什么都没擦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啦。唇膜是什么？那怎么讲啊？擦在嘴唇上的。你们知道碗那个？你们知道碗膜？你们知道碗膜吗？就是晚安面膜，你们知道吗？那种就是。不是那种敷上去的面膜，不是那种要拿掉的面膜，
不是也不是要洗掉面膜，就是真的是单纯就是擦，就是涂上去，就是像一个一个凝胶状的乳液，对，对，反正就是那种膜，凝胶状的啊。那个吉利丁你们知不知道？每次做甜点都会用的吉利丁，不是，就是做蛋糕会用的吉利丁，就是就跟吉利丁很像，吉利丁那种有点黏黏的，然后凝胶的感觉，对，凝胶的感觉，不用洗掉，对，不用洗掉的。然后我擦的是嘴唇的，就是也是嘴唇的凝胶，擦在嘴唇的果冻，对，果冻，对，就跟果冻很像，擦在嘴唇上的，然后像果冻的东西。唇膜，对，就是擦在上面，然后会有一层膜，很像果冻那种感觉。对，我昨天有擦，有敷着，有擦，然后就是睡一个晚上啊，不用洗掉，不用洗掉，就是一个膜就对了。然后今天就比较，可能看起来比较好一点。对，哦，然后差点跌倒，吓我一跳，小心啊。就不用洗掉，不用拿掉的面膜。吉利丁，因为很像啊，就跟吉利丁，跟吉利丁的那种质地很像，会很贵吗？不贵啊，不贵，你可以买给你女朋友啊。我买的是，可以讲啊，我拿给你们看，我把品牌名称遮住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大概知道什么就好。妹妹，你把我电脑后面有一段很粉的。有那个，哦，百万英雄，哎，你们有复活卡吗？跟法魔比较像，法魔我没有在用，我没有用法魔的，我平常很懒得弄头发的东西，就跟，对啊，跟面膜比较像，只是它是不用洗掉、不用拿掉的面膜，就直接擦上去那种。哦，哇，这个好可爱！谢谢笨的水瓶座流星雨，我昨天有流星雨在我衣服上，我有土字复活卡，这么好，复活卡，哦，太赞了！来给你们看，哎，他还有附一个小，就是真可爱的一个东西，我买了这个。噔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唇膜，我是用这一个，粉粉的，就整个都是粉红色，超可爱的，而且它很甜，它味道就是那个草莓糖果，草莓口味糖果那种味道，甜甜的，很甜，很香，你看就是那么粉的，很可爱的唇膜，还蛮便宜的，我买这么一罐。这可以用很久哎，这一罐好像600多吧，600多的样子。这可以用很久，因为一次才用2天。你看我已经用了，哦，好甜的味道，里面就长这样，就很像凝胶，很像胶，跟吉利丁很像，粉色的长这样。你看我都用了一个月，用一个月了还超级满的。啊，不过我没有每天用，我大概3天4天用一次了。
这还不错，而且这个不是用手直接挖的，它还有附一个小勺子，你看，还有附一个这个小挖勺，这样长这样超可爱的，这挖勺超可爱的，小挖勺，一个小挖勺，就是直接拿这个下去挖一点，然后直接这样抹在嘴唇上面。啊，我每次用完我都会洗，我都会用酒精擦干净。我想说这样比较卫生，不然重复挖我怕很脏。我每次用完我都会洗。对，小挖勺，至少用快十次。对啊，我至少有用到十次，应该有用到十次了吧？你看，就真的可以用很久。那个基本上我用半年没问题。有美白的嘴唇美白吗？这我不知道哎，反正这个主要好像就是保湿啦，就是主要就是做保湿，因为我有时候嘴唇很干，哎，我嘴唇超常流血的，我常常嘴唇这边可能会爆掉，就裂一小条流血这样子。啊，擦这个主要就是保湿，让我嘴唇不要那么干，比较不会流血，嫩嫩，就甜甜的。把剩下卖给你，你放心啦，不会过期的。它，我记得它可以放，它可以放到2023年，2023年一月中，哎，很久很久的，还可以放超级久的，绝对不会过期。2023年，现在才什么时候？现在2021六月啊，到2023一月还有，啊，还有一年又四个月，可以的啦，没问题。我这个应该。你看这个还可以一年又四个月，还可以放一年又四个月。然后我大概七八个月，最多大概十个月就可以用完了吧。啊对，现在是六月了，好蠢哦。对啦，我还有一年半，我刚刚记成九月，我想说现在是九月，所以剩一年又四个月，没有，现在是六月，六月啦。对啦，我还有一年半可以用。好喜欢那个瓶子，很可爱哈，我觉得很可爱。你用完钱就会买另一瓶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哈哈，对，我的习性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就啊，这个好像不错，买一下。没有啊，没那么夸张，还是会挑一下。谢谢锦鲤做的枫叶。你看我六月九月分不清楚，我刚刚一直想成现在是九月，怎么会九月嘞？我刚刚一直觉得九月，不对。谢谢 Ben 的星座。记错时间啊，我很常记错时间。香水一堆，你会买香水啊？哎，我反而香水买的很少哎。我的香水，我现在用的香水就是跟 Luca 一样那个香水。我香水反而不太买，因为我都不用，我完全没有在用香水，所以就是。一罐都放超级久，用不完，所以就应该是说我对香水没什么特别兴趣，我对香水没有什么，对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要它那种感觉，没有，对它比较没有兴趣，所以比较不会特别去，比较不会去看香水的东西。可是像这种擦脸的啊，然后这种东西啊，这种我比较会看。谢谢句号小姐的一封信。句号小姐，怎么那么喜欢句号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也把我的名字改成句号过。昨天吃到过期一个礼拜酱油，没事啊。我上次做布朗尼用了过期七个月的巧克力，结果吃完。除了我以外，其他人全都拉肚子。七个月啊！对啊，而且我没拉肚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想说，我好好啊，没什么事啊。然后其他人都拉肚子。很容易流汗哦。所以买那一瓶，我就能同时用一阵跟露卡味道。对，没错。可是我很少喷啊，我挺少，我还是很少喷。
Hello 鱼萍，所以要分香水比较好一点哦。对啊，夏天流汗会比较需要，对不对？这样你就不会乱念了。句号小姐，那我以后就叫你句号小姐。哈哈，妹妹大惊，对，妹妹很惊讶。对啊，就是过期七个月了。哎，对，上庭，如果你是要给你女朋友买礼物的话，除了刚刚这个以外，还有一个我挺喜欢的，就是我还蛮推荐的，它也是膜类的东西，也是这种凝胶的膜，就是我刚刚讲的晚安膜啊，我是用来当做晚安膜了，我觉得那个很好用，我。等一下，或者下次拿给你看。对啊，你一个礼拜的还好，你才过期一个礼拜，没事没事。我看到几点啊？我看到七点啊！啊，我看到答完题好了，因为我也想答题。谢谢膝盖帮五一的幸运四叶草。谢谢虾虾的四叶草，哎，虾虾哎 ，Hello 虾虾。谢谢 Sam 的谢草哦，要答题了，答题，哎，要答题嘞，弟弟不在，那只能我自己答了，没有人帮我查，我也要答题。之前常常吃到过期的泡面，过期的泡面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哎，过期的泡面我照吃，医生要打 pass 吗？可是我也不一定会啊。先去吃饭，拜拜，千云。千云不答题吗？谢谢暗红的 love。其实他很懒，几乎都不算保养品，真的啊、哦。其实我以前也都不算保养品的，是后来发现不行，还是得用一下，不然皮肤越来越差，所以后来就开始用了啊。可是面膜我也不用。面膜我超级懒得用面膜，就是我觉得面膜太麻烦了，敷在脸上，然后喝水都超不方便的，而且就是很讨厌，就是我感觉一个东西就在脸上，超级麻烦的，然后还要看时间啊，要拔掉这样子，我超不喜欢用面膜，完全我不用面膜的，我都直接用那个晚安膜，我刚刚说的晚安膜。也是粉色罐罐，粉色罐，下次再给你看。面膜不会麻烦，可是我觉得很麻烦啊，要一直要敷在脸上。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擦上去啊，就啊搞定了，没事那种，擦上去就可以不用再去管它的那种。对啊，因为面膜敷上去之后还要那个。邀请好友获得更多复活卡。要开始了，怎么了，妹妹？哎，我的好友邀请码36507741，给一下你。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我帮你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啊，因为面膜就还要再拿下来，我就觉得很讨厌，不喜欢那种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擦完就可以不用管了。唇膜好像比较麻烦，唇膜也是擦上去就可以睡觉啦。我都是睡前才擦，然后就直接睡觉。嗯，对啊，擦上去，瑶瑶下来了！哦，天哪，瑶瑶在吃，瑶瑶在咬妈妈鞋子。哎，瑶瑶下来了，瑶瑶跑到地上了。瑶瑶，你怎么又跑下来啦？瑶瑶自己从笼子出，哎，瑶瑶越狱。也有越狱耶，他爬出来了啦，跑出来了他。你怎么越狱了？越狱啦！他逃出来了。妹妹轻一点。啊，要开始！来答题了，先进答题区。
有些面膜可以拔粉刺，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有试过可以拔粉刺的面膜。先准备答题，对，我也要准备答题了，大家加油加油！因为我要答题了。来了来了啊！来了来了，哎，答题了，剩25、24、23。希望可以，希望可以至少十题。因为我要答题了，你要帮忙我吗？虽然你应该不会。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他等的就是那个啊。好了，等我一下。RIP 的意思，愿逝者安宁。祝生日快乐！哎呀，哎呀，吵什么？哎呀，干嘛一直叫？哎呀，好吵！嗯，丫丫抽什么嘞？九号球是指哪种球类运动中的？九号球是撞球吗？撞球。耶，答对。嗯，哎，好吧，美剧《后裔弃兵》主角们下的是什么棋啊？后裔弃兵，后裔美剧西洋棋围棋，后裔弃兵，你听过吗？可以当什么工作？西洋棋吧，因为是美剧嘛，应该不会是围棋吧？西洋棋，西洋，哎，有人跟我讲西洋，赞，西洋棋，西洋棋，哎，好赞哦，我这边可以看到你们答案，是是是是是。一般身体健康没感冒症状的人用过的口罩要由内往外折后再丢，由内往外折，不对吧？由外往内吧？可以回去了吗？可以。哎，我不知道啊。啊，我要得教我。正常，我至少啊，我错了，哎，为什么啊？哎，为什么是由内？妹妹，我输了。哦。为什么？不是啊，为什么 Amy 你干嘛故意进来？为什么往外不是，哎，为什么是由内往外折啊？那不是很脏吗？我都是由外，我都是由外往内折。啊，原来有这样分的、哦，原来没有感冒的是要由内往外折。那、啊、我输了，对啊，我怎么输了？健康的人，可是健康的人也。为什么健康的人就要把口罩往外折啊？健康的人也不用往外折吧？这好奇怪啊，这我不懂哎，这个有点疑惑。用完就丢，对啊，我也是啊，我是折，没有，我是折完之后然后丢掉，折起来丢掉。理论上没感冒的时候，外面的病毒比较多。是这样子哦，哎呦。这什么奇怪题目？可恶啊！不行，我要等八点了。我昨天又忘记了。我昨天只能说，哎，你知道我昨天大概6点多的时候，我还跟我妈说，哎，我7点要准备来答题，结果我就忘记了。不行，我等下8点要记得用，记得答题。哦，我一直输。点答案不给点，哈，还会这样子？先不要关好。我好逊哦！我昨天运气比较好啦，我昨天猜都猜对。谢谢朱里安的梦幻星座。你都用几天？当然是一天啊，怎么可能？是要用几天？当然是一天就要丢了。你要为了答题开到8点？要吗？不要吧，有点久哎，1个小时。幸好没关，还没关，对啊，我还没关，我在答题。刚刚去买晚餐，哇，芊芊好久不见了耶，好久不见。嘿嘿，哎，我输了。
哦，我又输了。我也几乎一天丢，对啊，一天丢啊。第八题错了，差一点就一堆样画，好可惜哦。哎，现在还在干嘛？我看一下现在题目。何者是食用植物的生殖器官？哈？我看一下，莲藕啊，对不对？莲藕，莲藕，莲藕应该是吧？这也太难了吧，这有点难，这也有点，莲藕吧？我觉得是莲藕。花椰菜不是吧？花椰菜不可能啊！啊，花椰菜是，啊，花椰菜，我怎么是花椰菜？你太难了吧！我怎么现在的都有点。台湾北部哪个著名温泉属于碳酸氢钠泉？哦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北投，太难了吧！哎，我放弃，我觉得我不行啊。为什么啊？三个星期没回家了，真的假的？你去哪？谢谢芊芊的戳戳你，呜、哦，啊，星点污染，哎呦，太难了吧，什么东西啊？谢谢芊芊，芊芊好久不见了，一百浪花，不是要十题才一百浪花吗？在台中的营区啊，你们疫情没有回家哦，好辛苦。北投天母好像是硫磺泉，那碳酸氢钠泉是什么？啊，没了，嗯，也太难了吧，超级难的耶。瑶瑶，你怎么那么吵？太难，哎，我觉得我八点的可能也会输得很彻底，怎么今天也这么难，完全不行，都不能回家啊，好辛苦哦，辛苦了，好好休息，全对，啊，真的假的？你全对哦，哇，那你这样会拿到多少奖，多少那个浪花呀？太厉害了吧！落日一笑，为什么突然就一直讲话？瑶瑶，全对耶，超强的，全对，好好，我第三题啊，第四题就输了。北部太危险，辛苦了，你要自己小心啊，要小心点，不要被传染了。花椰菜也太问号了，不懂。谢谢芊芊的比心，太难了，对啊，超级难的，都卡撑到蓝后面的，好厉害，我第三题哦，还第四题忘记了，我超快就输了，好难哦，呵呵呵，哎，还是洛卡，我们等一下八点来来通话答题，我们直接。那个互讲答案，花椰菜名看起来是花，对啊，我也想说花椰菜看起来就是花花草草，也太奇怪了，我觉得莲藕比较合适啊。谢谢笨的巨蟹座流星雨，哦，哎，巨蟹座很接近狮子座了，接近狮子座了，哇，会不会快要狮子座出现了？还没有看到狮子座的。谢谢笨，然后快被气死了，也太难了吧，太难了。自从答对九题后，每况愈下，真的越来越惨了，怎么办？不要害路考答错，不会吧？怎么会？我也选莲藕，对呗？我也觉得是莲藕，莲藕比较合适。谢谢安红的 love， 题目要去哪里答？刚刚就是直播，你看直播看一看，然后就会有一个百万答题还是什么的出现，你就点它，然后它就会倒数时间，时间到了它就会有题目，就可以答题了。
花是植物的，真的假的？是啊、哦，我还真的不太知道，好困难哦。啊，因为授粉啊，花授粉是不是啊？是这样吗？演播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在演播中，下一场是八点。对啊，下场是八点。卢卡要不要跟我语音连线？哎，卢卡今天有要播吗？花野菜，哎呦！瑶瑶，你也太危险了！不是你为什么？你怎么那么想越狱啊？你看他要跑出来，他在跑的好辛苦哦，他在拍，你看哦，他好危险啊！他真的是，他为了逃出来是在那边做极限体能的，极限体能挑战。瑶瑶，你也太危险了吧？他超危险的耶！你看他。傻眼，他在做，你在做什么极限挑战哈、啊？哎呦，你看他为了越狱爬成那样子，夸张！哎，瑶瑶，你怎么那么喜欢跑出来啊？卢卡没回来，看来不想，哈哈，好吧，卢卡不想跟我作弊，嘿嘿。哎呦，越狱，瑶瑶不可以吃大便，瑶瑶，瑶瑶不可以吃大便，啊、哦，那个跑出来了，你看这家伙就这样跑出来。这家伙就给我这样跑出来了，可恶！啊，你这人真的不乖。不用啦，算了，你就给他爬一下吧。那如果他变出来了？他会影响到你的回答而已。不会啦。瑶瑶，瑶瑶来。瑶，来，来，来。啊，不是给你咬我好不好？臭瑶瑶，上来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他上来了。你看瑶瑶上来了。所以不要抱了。你看，他上来了吧？我要抱回去。上来了。回去。来、欸，你回去。瑶瑶，你回去。回去，回去。有点生气啊、哦！乖乖乖，回去。嗯、哦，好乖。哦，越狱的小家伙。再越狱两次。对啊，一直在越狱，受不了。哈哈，今天话题满满的大便。瑶瑶的羽毛颜色，瑶瑶的羽毛颜色本来就这样子吧，好像本来就这个样子，有灰有就是浅到灰到深灰，好像本来就这个样子。越来越大只，对啊，它现在很大只，把监狱盖结实一点，其实只要把门关起来就可以了，但是把门关起来又好可怜。瑶瑶，想出来吗？所以他叫姐姐的吗？还没啊，不会叫。颜色哦，他是灰鹦鹉啊，他是灰鹦鹉，所以一直都会是这个颜色，不会有很鲜艳的颜色。我来念个排名，可以喂他吃辣椒，真的假的？会死吗？他可以吃哦。我念个排名，第十名上庭，谢谢。第九名 Steven， 谢谢。第八名，哎，说谢谢洋洋，谢谢。第八名暗红，谢谢。
第七名，哎，你要上来吗？你要不要下来？第七名贵死，谢谢。第六名生气糖，谢谢。第五名左英大将军，谢谢。第四名 Ben， 谢谢。第三名晚安，你的句号怎么变晚安了？谢谢。第二名，你看，你看，他自己上来了，你看他自己下来了。第二名请，谢谢请。第一名芊芊，谢谢芊芊。嗯、yeah, ，你看，哎哎哎哎，哎，你不是要上来吗？哎，怎么又跑了？你一直不拍自己。好，啊，等一下，啊，好了，算了，不上就算了。好，哎呀，鸟吃辣椒不会辣吗？对啊，会辣吧？它真的可以吃辣椒。谢谢啊！谢谢晚安的戳戳你。我刚刚不小心按到那个荧幕那个什么。关荧幕的键，耶、yeah! ！谢谢，晚安，晚安，谢谢句号小姐的戳戳你，耶、yeah! ！那我排名我来看看，句号小姐第一名，谢谢句号小姐，句号小姐第一名，谢谢，你继续排音我就没得掉了。你就第几名了，你就要到下面去。哇，八点啊，我一定要记得，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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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点八点八点答题，八点答题，八点答题。希望希望可以实听，还要越狱了。啊、哦！他又在越狱了，他又爬到那个门上面做极限运动了。天哪！他已经越狱了，你看他又出来了啦！臭小子！他又爬出来了，他又出来了。哎、欸，他真的很厉害，他现在在倒立行走哎、欸。越狱的小家伙。谢谢卢卡，谢谢卢卡的小冰球。谢谢福福猫的玫瑰，谢谢晚安的小冰球。对啊，希望等一下可以可以那个拿到一点奖金。啊、哦，实体拜托，希望可以做一个实体。你要想，你先让他愿意出来，你先让他成功，你再把他带回去，不要打断他的兴致。好。你妹妹，你不要在中间打断他，你让他成功之后，你再把他丢回去。好惨哦。对，好不容易成功再把它丢回去，要把他的那个，把他越狱的那个就是成就感扼杀掉，不要让他认为成功好考棒，你就让他成功之后，然后我们再把它丢回去，如果弄一半又丢回去，那个太无聊了，先成功再把它放回去。成功告诉我。他已经出来，只是他还没有到地上，等他成功走到地上的时候，再把它拿回去。我要扼杀他的成就感。下去啊！啊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啊，下来了，给他。吃你的便便。下来了。谢谢您。啊，他生气了，哎、欸，他好生气哦！好了，你给他走一下，你给他走个三分钟再把他放回去。你给他走个两三分钟了，不然他好。几秒。他好生气啊、哦！他不肯走了。哈哈。啊，他真的是很不乖耶，一直在越狱，什么？关门。笑死，没关系啊，你就给他一直出来，然后又对我们放回去，出来再放回去。可怜的小家伙。可怜的小鸟。他应该不会走心吧？这我不知道，应该不会啦。我们还是对他很好的。他开始了。哎、欸，他爬超级快，他现在真的是，哇，他现在超灵活的，瞬间，哎、欸，真的是现在很厉害哦，爬超快，牙一咬，哎、啊，
他在看我哎 ，Hello， 看我干嘛？他在看我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我不跟他玩，多可爱，有看你直播哎，对呀，我知道，我有看到。啊，瑶瑶真的是被我们宠，我们的家宠，越来越熟练。对啊，开始回话了。啊，啊，瑶瑶，啊，啊，好蠢，蠢蠢的瑶瑶。好啦，拜拜，下次见啦。嗯。嗯，你好吵，叫什么？拜拜，拜拜拜拜，下次见啦。卢卡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上庭拜拜，右行拜拜，芊芊拜拜。